不要把人伤得太重了，我留着这张人皮还有用呢。 说吧，啊，到底是谁让你这么做的？没人是白，他胡说。住手！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这张皮我留着还有用呢。只有一颗子弹。 谁给你的枪？枪，枪我捡的，问你。你就是想拿这支枪打死我是吗？没关系，我可以帮你个忙。 果然不出我所料，阿弟，你老婆，我和她的事情是我们的私事，我自然会处理。怎么处置她？活剥她的皮。 小姐姐，我听说你有个弟弟，最近你在为他担忧是吧？如果你相信我的话，我可以帮你。真的？你真的可以帮我吗？嗯。不瞒你说，我父母死得早，我就这么一个弟弟，他现在在高家钱庄做事，可是。 近来总是怪怪的，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就这么一个弟弟，要不是因为他，我也不会。哎呀，真让人同情啊。
哎，乔小姐，你能告诉我你弟弟的名字和大概情况吗？我去帮你找他。真的？那太感谢了，他叫刘玉生。刘玉生？嗯。哎，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说过。等我打听到他的消息，我会回来告诉你的。谢谢吴先生。可是，我怎么找你呢？乔小姐，你不用着急，过两天我会来找你的。谢谢吴先生。吴先生慢走。喂，哎，好，加油！放下，快放下！我。快说，臭小子，武功有你这么练的吗？马步没扎好就练腰力和臂力，不会走就跑啊你啊！哎，师叔啊，这小子还挺有天赋的。谢谢师叔，谢谢师兄，谢谢。那个要不要喝茶？我给你泡茶。来，喝杯茶吧。这里面有茉莉香片，只有这大碗茶。哎呀，想不到你还挺勤快的啊！那是，坤叔教我武功啊。再说倒茶也是我的本行。嗯，只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忘记答应过我的事情啊？喂，我答应你什么了？你要让我做违法乱纪、出卖兄弟的事情，我才不会答应你去做呢！啊，我不会去做的。哎呀！难怪吴叔叔说你派不上用场，看来真的是这样。你这么看我？要是这么看我，你就另请高明吧。哎，你还差我一个人情呢。我欠你人情，那我就想个办法再还你呗。哎呀，罗小姐呀，你就别难为他了。好吧，我说明我今天的来意：一呢，不是要你出卖你的哥们儿；二呢，也不是帮我们打打杀杀。我想让你帮我打探一个人的动向。谁啊？刘玉生。刘玉生？谢谢你，坤叔。不客气，以后有什么事情，罗小姐尽管吩咐。您快回吧。请。怎么样，他答应了没有？没答应，但是也没有拒绝。不过我觉得应该不会不帮咱们。秋叶，反正啊，我看这个人你也不可全信。越是有趣的挑战
越是值得去尝试。我就不相信我驾驭不了这个顽皮的烈马。开车。淑芳，淑红，你来了啊！嗯，来来来，快坐。哎，坐呀。啊，哎呀，淑红啊，你的脸色比上次还差呀。别提了，最近啊，确实有点不对劲。那你找医生啊？找了。这两天正在抓药呢。什么破医生啊，抓个药要好几天呢。不管那些事了，我来啊是想见见剑锋。我最近老做梦梦见他浑身是血遍体鳞伤的，他没事吧？哎呀，当然没事了。我说呀，你每次来都没有见到他，这次啊无论如何都要等他回来哦。啊，不不，他没事就好。但我有个请求，我这次来我想把我的那个陀螺带回去，省得我闭眼了，身边连个念想都没有。哎呦，淑红，你瞎想什么呢？那个陀螺呀，本来就是你的，你拿去好了。哎，前些日子我们高家不安生，所以我请了一个风水先生来看看风水。可是没想到这风水先生跟我说，我们高家祠堂的方位不好。我问他怎么办，他说让我要做一面鼓，而且必须是一面特制的鼓。赶着出来的那面特制的鼓。你摸一摸这个鼓面，看看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怎么样，你有没有感觉它很光滑，很圆润？摸着这个特殊的鼓面，你有没有感觉它很熟悉？我实话告诉你的，这是一张人皮，而且是一张男人的皮。可这个贱男人再也听不到你和我的笑声了。不要把它当成箫，我们可以把它当成鼓槌。你到底要干什么？敲鼓。那个风水先生说了，如果一个心底纯洁的女人来敲这面鼓，
那么这个为高家风水而死的男人就会升上天堂。但如果这个女人有一丝一毫的不纯洁，那么这个男人就会被打到十八层地狱，永远不得复生。你为什么不杀了我，拿我去做孤？我不会杀你，我一辈子都不会动你。我想让你一辈子幸福，可是我现在心如刀绞，生不如死。兄弟，让我进去好不好啊？我大半夜的，你突然出现在我后头干嘛？像鬼一样，吓死人了！你心中有鬼？我，哎呀，我不跟你废话，我要找二少爷有事情，不跟你废话了啊！哎，见过这把枪吗？我没有啊。我告诉你，这把枪到我手上的时候，只有一颗子弹。你想不想跟我玩玩猜子弹的游戏啊？别要对着我呀，不要对着我，我不想玩。干嘛？还好你没见过这把枪，否则现在你就得去陪小刘先生。萧子云发誓，我没有背叛过高云飞。这样的事啊，他还是人吗？他秋叶，你冷静一点。其实你仔细想想，高云飞本来就是这种人，你不是也早有预感吗？刘玉生这次去是凶多吉少，可是刘玉生只是想要他的命，可打可杀，也不能这样虐杀呀。高云飞就是想警告所有跟他为敌的人，但凡落到他手上都不得好死。他太残暴了，他太残暴了。不过说来也奇怪，
这个刘玉生一介书生，他怎么去杀高云飞，居然能毅然决然全无反顾呢？啊，哎，小茶壶，你有没有打听过刘玉生在死之前他有没有说过他为什么要杀高云飞啊？我打听过，可是打听了半天都没有结果。哎，是云飞少爷他……不许在我面前这样称呼他。对不起，我不该对你发这样的火。没关系，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我知道高云飞这次做事情真的做得太残忍了。或许可能是因为他最器重的人背叛了他吧。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发那么大的脾气，真的就是为了一个跟他毫不相干毫无威胁的刘玉生吗？好奇怪啊。小茶壶，我希望你对这件事情引以为戒。我？因为你也是他最器重的人。我承认他这次做事情真的做得太过分了，我也看不下去。但他对我有恩啊，我不会因为所谓的利益去做背叛他的事情。我有很重要的东西交给你们少爷，知道他去哪儿了？二少爷一晚上都没回来，也没交代去哪儿。要不，你也把东西放在这儿？或者麻烦您多走几步，去瓷庄看看二少爷在不在？亚历山大先生起得还真早啊。高老板，你可回来了。我弄了一些你需要的东西，我一大早就给你特意送来了。好，那么我们里面坐。好啊。就这些枪？嗯，对啊，我听说你的商团正需要武器呢，而且我还知道在广州的一些白俄手里面还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就连夜收购了一批。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你出钱，我来收购。这些枪样式虽然老了，但好像还能用。我不知道你手上还有没有新枪。嗯，我也可以想办法。好啊，那我等着你的新枪，包括这些老枪，我一块儿跟你结账。好的。爱情像一场。于小姐这么忙，还能给我这个面子？是啊，本来有事要去香港的，不过高先生的事嘛，先听听看吧。好啊，去香港的开销由我来。无功不受禄。你真是太聪明了，我还真有一件小事情要求你。爱情这件事情可不小啊。有你办不到的事吗？不过冲着这张银票嘛，你还请不动我。那你就给我开个价。不过帮你的忙还是另当别论。沈小姐，新来的顾问可真不错啊，对你尊敬，对我们也和气。是啊，要不人家革命这么成功早呢？是，还是有很多优秀的人呢。他还说啊，他要努力学习中文。看来呀，我也要为军校多做一点贡献。怎么了，坤叔？又犯酒瘾了？说戒就戒，不喝了。革命也不是让大家戒掉七情六欲的。再说，你都熬了那么多天了，要不喝两口？可沈小姐，你不是说还有事儿吗？有事儿也得吃饭呢。那好，走。哟，太巧了，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一个
借酒浇愁的熟人。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啊，来坐，来乖乖。啊，小茶壶，嗯，好久不见了，怎么这么消沉啊？哎，不是说你每天都在宝芝林勤学苦练的吗？我告诉你，不是为了我自己，都是为了那个玉兰。哎呀，出什么事了？坤叔，别提了，提了心里难受。我告诉你啊，真的。哎，方少爷是不是对我这间陋室看不上眼啊？啊，哪里，来沙龙这么久了，还真不知道这别有洞天呢。坐下聊。啊，你真是会说笑啊！你家里一定是富丽堂皇，哪会在乎我这一间小小的沙龙啊？哪里哪里，于小姐真是厉害，这么大一个沙龙，你得花多少钱呢？能有多少钱啊？你只要把身边的金子一卖，开间沙龙还不简单吗？提起那些黄金呢，真是头痛。我也就是靠这些金子到处骗吃骗喝，可那金子一卖，那就成了我爹的钱了，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知道方师长这个人为人算计，他也不能对他的亲生儿子这么抠吧。再说了，你们之前不是做了很多大烟的买卖，难道你一点零花钱都没有留下吗？这你可不知道了，我这爹可精明着呢。什么在哪儿交货，怎么交货，价格多少，中间人提成几分几厘，就算拿到一钱烟土啊，他都得跟我算账。你看我现在不是连大烟都不抽了吗？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呀。广州城的大烟买卖基本上都被你们滇军给包了，还有银元买卖，你可是堂堂滇军师长的儿子呀。哼，你搜我身，要是搜出来一分一厘，我就留在这儿给你当佣人。那我可就真搜了呀。嗯，那你想不想在我这儿抽上两口大烟呢？那你要我做什么？那你以后的生意可要多关照我呀。以后我的生意就是你的生意，只要你能让我在我爹面前有个交代就行了。美人，老实一点。简直是惨绝人寰。沈小姐，那政府就不能……哎呀，坤叔，你就别往心里去了。我小茶壶呢，喝多了就乱说胡说，说错了不作数的啊。哎，可是千错万错，我怎么会喜欢上罗家的大小姐？哎，人家是大小姐，我怎么就……哎呀，哎呀，就当我什么都没听见啊。哎，小茶壶，你愿意怎么发泄就怎么发泄吧。嗯，不发泄了。哎呀，不早了，我得回去了。啊，我送送他，你办你的事去吧。啊，我送他。那辛苦坤叔了。嗯，哎，钱放这儿了啊，别说我没结账啊。行了行了行了，我告诉你，我清醒得很，我没醉。于小姐，你带我来这儿干嘛？一个大男人还怕进赌场啊？我这不是没钱吗？哎，我还是陪你吃饭得了。吃饭有什么意思？你到底愿不愿意陪我啊？我陪我陪。这怎么玩的？哎，今天生意不错啊。哎，哟，于小姐，您来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赌场的老板，这位呢是我的朋友方公子。哈，方公子好。方公子今天呢是第一次到赌场，所以他没带什么本钱，先拿点给他吧。于小姐开口了，没问题。将来有什么事的话，就记在我朋友的账上好了。哈哈，方公子，来，您在上面画个押，就没问题了。来，这让我爹知道不太好吧？凭你这么聪明，赢钱了，你爹还夸你呢。嘿，是啊，是吧？那，这位在这儿。
来，我先给他。哎，请。好，来来来。小，好，压上。哎呀，快来帮个忙啊！你们，快点！哎呀，快送他到茅厕去，他要吐了！快点，去吧！怎么了？儿子，真是老了，儿子，动一动就出汗。你儿子到茅厕去了，他喝多了。阿坤，你就是跟着江哥的那个阿坤吗？淑芳，你就是春月楼的淑芳？是，淑芳是我的花名，向芳才是我的本名。天哪，这么多年不见你，你真是老多了。还说我呢，这十几年你干得不错嘛，这红袖招也开起来了。你的儿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 Michael 先生，他是香港达利洋行的乡里，他手里呢握着很多资金，现在正在找投资项目呢。啊哈，幸会，我也是。那既然你们认识了，就慢慢聊吧，我就不参与你们男人之间的游戏了，告辞了。那么，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助你的？听说你住在新的军校里。对啊，朋友帮忙的。那个朋友，是一位替俄国顾问做高级翻译的女士吧？什么意思？那好，我实话实说，我是港英政府的人。你是港英政府的？这孩子呀，永远都长不大。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我答应。如果你能运用你在军校的关系，搞到军校的计划书，另外你能够顺便的翻译一下，我会给你英镑。哦，多的你想象不到。是吗？我听说你和于小姐在谈大买卖，如果你能够帮到我足够的忙，我们可以提供你急需的资金，一起发财吗？那么说来，我就更没有拒绝的理由了。嗯，没错，小茶壶就是江哥的私生子，他的本名不叫向剑锋，而叫江鸿渐，这也是江月亲自给他起的名字。江月，我师兄怎么可能跟你？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的是江老爷怎么会喜欢我呢？他喜欢的是当年春月楼的头牌花魁。你说的是舒红？江老爷，真是恭喜你了。淑芳，什么事这么高兴啊？淑红怀孕了，孩子是你的。什么？当年江月和广州的革命党人密谋造反，他因为怕连累师父，主动宣布退出保之令。原来是这样啊，当年保之令的弟兄们恨死他了，我只替他争辩了两句，他们就把我扫到一边。我当时也不明白呀，这就放浪酒色。不说了，咱不说这些了。哎，那孩子怎么回事啊？儿子，你真是生不逢时啊。我看啊，不如这样吧，我让我们家二掌柜
罗音带一批钱先下南洋，在那里安顿一部分生意，把你们母子一并托付给他。刚好罗音的夫人也怀孕了。不妥，人家夫人怀孕正是需要照顾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让人家为了我们而下南洋，于心何忍呢？江少爷，舒红，如果你们放心的话，就把孩子交给我吧。这倒是一个好办法。这样，孩子就留在我身边了。说实话，这些年呢，我也曾动过让他认祖归宗的念头。但第一呢，江家已经断了香火；二来，我确实也舍不得这个孩子。可叹哪，我师兄英雄了一辈子，却被萧萧所害。如果我要知道他有这个后代，无论如何我也要。无论如何要怎么样？无论如何要他去报仇，对不对？我最讨厌这种话了。你说一个孩子家，凭什么让他为上辈子的恩怨去打打杀杀呢？当然了，我一个青楼女子也给不了他什么前程，可是我从来就没有亏待过他。我们母子俩呀，一直过着快快乐乐的日子，这不现在跟着大户人家的少爷呢。就是这个事儿，你把他害惨了。我怎么害惨他了？你想啊，他现在跟的是玉兰瓷庄的少东家高云飞。对，高云飞的父亲高玉甫跟我和江月是师兄弟，可就是这个高玉甫趁着当年乱世把江月一家满门抄杀。你现在把小茶壶送到高家当跟班，这不是羊入虎口吗？阿宽，那你说该怎么办呢？要不这样吧，这件事呢你知我知，咱们谁也不要讲，当没有事情发生一样。向方啊向方，你好糊涂啊。高家跟他那是杀父之仇，难道这杀父之仇你就让他像你这样轻描淡写的把他忍了吗？忍不忍又能怎么样啊？这也是他生身母亲的主意。你说的是朱红？朱红还活着？这个广州城现在是越来越复杂了，突然间就冒出了那么多怪人怪事。秋燕，我也担心广州早晚要变天，我看我们不妨先回南阳避一避。回南阳？啊，可是我爹的仇还没有报。爹，上头又催我抓那个洋人，我们这次还给不给沈丹妮留面子？我让你打听的事儿，爹，我已经打听过了，这小子就是盗墓贼，到处乱挖，结果挖到杨司令家祖坟的河水上游，他们断了河，坏了杨家风水，所以才……哦，这么说，那个洋人说的是真的？你慌慌张张干什么？你怎么自己下楼了？我给你煲了汤，赶紧尝尝吧。怎么会想起来给我煲汤呢？你平常太辛苦了吗？
什么汤？冬瓜排骨炖蟑螂。为什么要给我喝这汤？像你这种蛇蝎心肠的人，就应该喝这种汤。我喝这汤，你会高兴吗？高兴。你的黑发。